继房委会早前宣布公屋将会在今年10月起加租 10%， 房协公布同样决定上调出租屋邨的租金 10%， 是过去20几年来首次出现双位数的加幅。甲类出租屋邨的租户每个月平均要给多约230元，今年10月1号起生效，新租金会维持去到2026年的9月30号，但是同时宽免租户首3个月的租金加幅，富户就除外。